即係成個啲師傅真係個個都好高敬業，同埋都對自己都係有要求嘅，同埋睇到佢哋嘅手工啊，真係好好嘅手工，係一個好好嘅承諾咯，係一個好好嘅服務嚟嘅。今日嚟到呢個位於西環嘅單位咧，有1200多尺。今日嘅屋企咧，其實見到成間屋咧都用咗木色做設計，感覺好温暖啦。或者而家都可以睇下呢個單位點設計嘅。喺呢個位於西環嘅住宅單位，大約1300尺嘅空間，設計師用咗最柔和嘅顏色，去為住户營造一個温暖嘅家。而且大量嘅儲物空間，除咗靚之外，仲好實用添啊！为什么你们会选设计情报中心为你提供装修和设计服务呢？因为事前我都不是很了解的，都是通过一些家居杂志啊，看回对比过，觉得设计情报提供的承诺啊，还有看到一些个案 的成功的个案，都觉得是想尝试一下先。有没有留意我们百科全书式的网页啊？上面的资讯帮不帮到你呢？看完之後有乜嘢 feedback 咧，我就覺得多咗個信心咯。咁其實因為裝修啲嘢可能都係要自己每個案都唔同嘅，所以都係覺得可以睇翻人哋個案，再諗下自己想點樣做，咁然之後再同設計師傾，可能就係會一個好好嘅一個方法咯。人哋個案俾咗信心俾我。我哋嘅设计师有冇俾一啲专业嘅意见你？佢哋嘅设计又可唔可以符合你嘅要求呢？就话俾设计师一啲我嘅要求咯，譬如话我有好多嘢要摆啊，我有啲乜嘢嘢啊，我希望我屋企多杂物啊，我希望要有多啲嘅储藏空间啊，同埋话我知我中意一啲乜嘢嘅 style 嘅设计啊咁，再同设计师不断咁样夹咯。设计师知道户主好中意四围咁去旅行，买咗好多手信，都需要一啲饰物柜去摆放呢啲饰物噶，所以设计师就好体贴咁做咗一系列嘅饰物柜去摆放户主嘅战利品啦。睇下，原来户主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将佢全部放晒饰物柜上面就最啱啦。大型嘅储物柜，俾到更多嘅空间俾户主摆放唔同嘅嘢，例如棉被啊、衫裤咁样，真系好实用啊！设计师有冇同佢哋买料？佢哋够唔够专业？其實買料方面咧，就基本上喺寫字樓揀好咗，不過買一啲類似燈飾啊、窗簾布啊，甚至乎啲家私啊，咁設計師都會俾意見嘅。哇！設計師連走都唔放過，俾户主擺滿曬佢去過地方嘅相片，可以勾起户主唔少嘅回憶啊！厨房设计就梗系最好越简单越好啦，太花巧反而会弄巧反拙噶，仲会影响睡眠质素添。素色嘅设计就最适合啦，而且大量嘅柜身设计亦都方便户主摆放唔同嘅衣物。平时多唔多嚟监场？对我哋服务队嘅工作态度又点睇呢？即系全部啲师傅真系个个都好高敬业，同埋都好倾嗰种啊。同埋，因為我都好忙，所以咧我都唔係裝修期間都唔係經常過嚟睇單位嘅。不過我每次過到嚟咧，有啲咩新嘅要求啊，甚至乎我講遲咗，咁啲師傅都好樂意幫我再改翻啊。同埋睇到佢哋嘅手工啊，真係係一個好好嘅手工，同埋佢哋對自己都係有要求嘅。咁佢哋好似冚啲櫃啊，
同埋佢整所有啲家私，佢都會好注意愛護地板啊，愛護周圍嘅牆身啊咁。所以我覺得啲師傅係啲服務團隊係相當唔錯。主人房營造咗客廳清雅脫俗嘅設計，柔和嘅用色，絕對係休息嘅好地方啊！我哋公司有3年嘅免费售后保养计划，唔知道你又点睇呢？三年保养其实对于一啲装修嘅嘢，其实好多嘢都可能会时间用得耐啊，或者一啲可能系唔小心嘅一啲啊自然损耗啊咁，可能都会如果有一间公司肯喺3年入边做相关嘅一啲维修，同埋佢系熟悉我哋单位嘅，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承诺咯，系一个好好嘅服务嚟嘅。苏花台间虽然话冇点用到。不過其實我都覺得，如果有問題，我都希望揾翻設計全部，希望幫到手嘅。兒童房嘅設計同單位其他嘅區域就好唔同啦。房間用咗充滿新氣嘅藍色，感覺充滿生命力。最適合朝氣勃勃的小朋友住啦，而牆亦都用咗好似火車咁嘅設計，全部都別出心面，充滿朝氣。你哋有冇用到分期？覺得呢個服務幫唔幫到啲客户可以更靈活咁運用金錢呢？係一種對用家嘅一種實際嘅好處嚟嘅，因為佢係一種免息分期啊嘛。其實你即使你有1嚿錢擺喺度。其實你都冇必要一下子俾人搶嘅，所以我覺得石田部提供呢個分期嘅服務係當初我揀石田部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嘅賣點嚟嘅。今日我哋為你拍咗一個咁特別嘅客户滿意個案啦，唔知道你又點睇呢？有冇 surprise 啊？有 surprise 啦，因為我之前你哋有同事聯絡過，不過咧就係我哋裝修完咗之後就即刻互相短信俾我啦。睇咗之後咧，佢話可以整翻出全家福，我都冇違意嘅。之後你就同時再跟進翻，咁佢哋係好熱情嘅喎，所以再約咗今日時間做全家福，我覺得係一個 surprise 咯。同埋喺自己裝修嘅屋企影咗輯相，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如果下次有機會再裝修嘅話，會唔會用翻設計情報中心呢？我諗 definitely 會嘅，係啊，一定會嘅。